Hello， 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咁啊，欢迎大家咧，今日咧又嚟到我啊，司徒文俊同埋我哋最爱嘅台长梁锦祥先生嘅节目。咁啊，台长，今日系咩日子啊？今日系啊情人节。咁啊，首先咧就喺度恭祝各位啊，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阿台长啊，我啊想问下你啦。即係你嚟計啦，咁啊你啊有高度嚇，有亮度，有風度。咁你以往咧，或者去到而家咧，有冇收過情書嘅咧？嗱，太私人嘅問題咧，我就唔想喺呢個節目度去公開啦。咁但係咧，我諗呢一日呢一兩日咧，其實即係網上都有啲朋友啦，即係即係聽眾啦、支持者咧，都留過言嘅。咁啊，倒不如咧就阿文俊，你讲一讲留咗咩言，好过问我啲咁私人嘅问题啦。嗱，虽然咧就大家都男人吓，咁啊男人同男人讲一啲叫做话示爱嘅说话咧，其实咧就真系好恶心嘅。咁不过咧啊，因为咧阿台长就吩咐我啦，咁啊即系有听众咧啲留言咧，咁啊都要去睇睇。咁啊发觉原来咧就不止一位嘅听众咧，就藉住呢个情人节吓。就有咧向我哋咧心愛嘅台長咧就係、是、表示支持啦。咁啊，首先講緊咧，咁啊，我哋自己嚇，我哋嗰個頻道個留言板，咁啊有聽眾咧好有心啊。咁佢咧就話台長 ，We love you 9000嚇，我哋愛你9000。咁啊呢個梗係咩梗咧？講緊就係呢個復仇者聯盟四啊。第四集 Adventure。咁啊 ，Iron Man 死嗰陣時咧，佢個女咧。就同佢講啊，就話即係同佢嗌佢做爹哋啦，因為嗰佢有女啦，就爹哋。咁啊 ，I love you 3000。咁聽眾咧就要同阿台長講啊 ，We love you 9000啊。咁啊三倍啊，即係話第一台長啊喺佢哋心目中咧仲勁過 Iron Man 嘅，勁過 Tony Stark。咁啊第二咧佢亦都解釋咗噶，因為佢話咧中國有句説話三三不盡，六六無窮。佢哋咧就係、是、覺得阿台長嗰個能量咧。无穷无尽嘅，咁啊，另外啊，佢哋都即系讲到明噶啦。阿台长而家喺度做节目咧，觉得阿台长咧放咗好多，跟住咧讲嘢咧系有即系、就是、有嗰个内容啊，好好多啊，亦都冇嗰种话即系叫做话诶、哎、有啲咩担心啊点样。咁佢觉得台长系做得好自然，好 enjoy 做节目，佢哋咧系觉得好开心啊。咁所以咧就 we love you 9000啊，台长。哦，咁啊，大家将我同啊。同你特進嚟評論咧，我覺得有喂多受之有愧，亦都即係覺得唔敢當啦。喂 ，Iron Man 喎，大佬，因為而家真正 Iron Man 就係 Elon Musk 噶嘛。咁我哋呢啲點能夠同佢相提並論咧？咁樣咁首先又多好多謝呢啲觀眾啦。咁呢啲日美支持啊，即係我照單全收嘅，我照單全收嘅。咁至於話咧，同阿文俊做節目嗰度咧，我放好多咧。即係我諗呢個係觀感問題嚟啦。即係其實我做嗰節目都好多年啦。你話點樣放啲咁？我覺得係睇個環境嘅啫。因為而家嗰個情況咧，我就變咗少兼嗰樣嘢，就係個鏡頭。即係我同阿文俊做咧，就即係好似咁耐都淨係做錄音嘅啫嘛。咁所以我淨係我把聲咁已經。即係可以表達到我自己，我又唔需要太擔心話鏡頭面前咁樣。咁因為大家知道咧，如果你有一個鏡頭咧，其實我好多時大家如果睇留意譬如我做嗰陣時，我一定係望住個鏡頭嘅。個原因好簡單，即係我希望同嗰個觀眾之間有眼神嘅接觸啊嘛。咁呢個都即係令到我嗰、那個即係譬如我要講嘢，或者我要好多時我都要兼顧咗其他嘢咯。咁同埋所有嘅設施咧，即係喺呢度亦都同大家講啦，就要即係稱讚文俊啦。因為所有嘢由佢去負責曬，我淨係負責講嘢啫。所以你話我唔放，
咁啊，你点会唔放咧？系咪啊？我净系做，净喺度噏嘢啫嘛。咁所以喺呢度多谢文俊先啦。台长，咁啊，容许我讲两样嘢吓。咁啊，第一，咁啊，所有我哋嘅功劳咧，都要归功于我哋呢位 I T 帮手嘅朋友啦。就啊，我哋琴日讲过阿 Jackie 吓，因为咧而家咧啲听众都赞，呢两日咧嗰个音质好咗好多。咁所有譬如呢一啲叫做软硬件嘅铺设啦，都系我哋呢位 Jackie 嘅听众，或者我哋容许我称呼佢做一位好朋友啦。咁佢系去支持我哋嘅。咁其次咧，就都系咁讲下我哋频道咧嘅管理员啦，咁啊甚至乎吓，即系譬如最近啦，咁啊有啲信众吓，咁啊过嚟搞下事啦，咁我哋嗰位真系叫阿近啊，咁阿近咧就真系即系好帮手去睇住啦，或者点样啦，咁大家都系即系你而家见到嘅成个频道咧，其实绝对唔系我同台长两个人嘅功力嚟嘅，系背后牵涉好多人。咁啊，台长啊，但呢度我要讲多少少，因为呢个问题好多人都有误解啊。就好多出面啲嘅观众咧，佢平时睇我去我哋做节目，佢以为一件好简单的事就系我对住个镜头咁样，其实唔系嘅，后边系 involve 咗，即系包括咗好多幕后嘅人嘅努力嚟嘅。即系其中一样嘢，我自己好少去做咧，即系另外清咗十几年，我都好少去点啊，就系嗰个技术嘅问题。即系由譬如我哋当年我哋简单到一个 server 要租。500人聽已經冧機，到而家有 YouTube 有即係呢啲差唔多叫免費嘅硬件咧，即使有呢啲免費硬即係嘅軟件咧，都花好多精神喺後邊嘅。所以好多時話，點解你唔即係起個頻道啊，或者等咁耐啊？喂，後邊仲有好多嘢㗎，地方啦、燈光啦、鏡頭啦、電腦啦、Patreon 啦，全部要由頭搞過曬嘅。所以即係好多時啲觀眾咧就。即係以為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你坐上去噏兩嘢就做完個節目，很輕鬆。其實成件事唔係咁樣，所以呢亦都要順帶打一答，就係話，即係由譬如話我出咗個專業啦，同阿文俊即係一路做而家，點解即係嗰個即係一啲即係觀眾嘅要求，即係好，即係佢哋一路話想聽嘅節目，我都未開始咧，就喺後邊個準備嘅工作咧，我仍然要花時間去做嘅。咁希望大家係諒解咯。好，台长讲得好清晰，咁亦都咧，好多谢吓，因为其实有一啲即系叫做话佢留言咧系比较人身攻击性噶啦，咁佢哋咧其实我哋都好重视，因为佢哋譬如讲到嗰、那个录音音质嗰个问题啦，咁我哋见到咧，我哋都唔会话因为你讲一啲人身攻击嘅嘢，咁所以我哋就即系想 ban 咗算啦，我哋都会睇嘅，即系就算你讲一啲系好过分嘅说话，但系你提到一啲叫做真系确实嘅问题咧，我哋都会注视咯。咁同埋一样嘢啊，台长，咁我咧都要帮啊高登同连登啲巴打斯打咧讲声吓，因为咧高登同埋连登都有人公开咧就系、是支持台长，同埋咧就系、是、向台长示爱噶啦。我唔知佢个名，佢真系呢、這个即系、就是、所谓斯打，即、就、系、是、真系女用户啊，定系巴打嚟嘅？但系点样都好嗱，我觉得咧即系呢啲嘅支持咧，其实对台长对我都好重要嘅。咁尤其是我啦，即系因为我咁耐都冇女仔同我表白过噶嘛。咁啊，而家难得有啲听众同我喂讲下，阿文俊，我哋都好爱你，好开心，好开心啊！嗱，我唔会探究咧你背后咧系几多岁啦，系咪已婚啦？嗱，唔紧要嘅，全部女 fans 我都咁爱啊！你啊，真系开心喎、啊！你真系啊，系啊，嗱，阿台长啊，头先咧你讲到啦，我哋背后咧都有一啲朋友啦，有啲团队出力啦。咁啊，我哋其中一个团队咧就系、是、吓、我哋呢个美丽可爱动人嘅圆圆小姐啊，喺香港嘅。咁佢咧就上次帮大家咧拍咗一啲即系叫做喺旺角麦花臣球场去验呢个核酸，咁就要排好耐队，同埋即系嗰个间隔个措施系冇啦。咁嗰啲片咧，大家都睇到烈日当空啊！咁一个女孩子咁啊，即系冒住吓，咁啊晒黑皮肤啊，咁啊扮靓嘅危险都去拍片啦。咁佢咁啊好彩嘅，其实佢自己咧同屋企人验咗咧，都系健康，就冇呢、這个即系叫做中到招啦吓。咁、其次咧，佢头先都帮我哋咧就去呢、這个超市，同埋咧。
去呢一個叫做話街市啊，同埋咧呢個即係叫做譬如講緊嗰啲萬寧啊，嗰啲叫做話大型少少嘅連嗰啲叫連鎖售賣店啦，去睇睇咧，咁佢就話咧嗰個必利痛啊，即係嗰個藥房炒賣嗰個價咧，就喺嗰啲大型連鎖店咧就今日都係有翻啲正常價，同埋啲即係嗰啲 staff 咧都同翻啲朋友講就話唔需要太過擔心，我哋都仲有存貨嘅。咁其次街市咧，咁就亦都咧嗰個菜價咧，亦都係由好離譜嘅價錢咧，咁今日都係貴嘅。咁但係起碼下降翻可能三四十蚊咁樣咯。嗱，我哋都即係需要去報一報呢啲料咧。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因為而家大家透過網上都唔知邊啲傳言係真，邊啲傳言係假。咁大家一窩蜂去炒咧，就當然係炒貴曬啦。咁你話 Panadol 炒到即係冇斷曬市咁樣，咁當然好多人咧，佢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就買唔到啊。尤其是老人家，因為佢哋個反應一定係比較慢嘅啦。咁所以我哋如果作為一啲嘅網上平台咧，其實我哋有責任咧去穩定嗰個情緒啦，即係根據一個事實。咁既然呢位即係我哋嘅即係好朋友阿圓圓，佢查過之後咧，我哋可以喺度即係同大家講嘅。就適當的準備咧係必須的啊，譬如講緊話突然間你嗰度封樓，咁你準備定三四日啊，或者四五日嘅樣品咧，呢個係必須嘅。但係咧就唔好過量啦，亦都唔好投機轉即係去囤積啦。咁好彩香港呢啲大企業咧，都去到呢個時候咧，仍然都即係有翻啲嘅即係商業道德啦，即係大嘅你，譬如嗰啲嘅連鎖店。你去話聽有嘅有貨嘅咁樣，咁大家唔使驚啦。咁至於話嗰啲細鋪嘅去炒咧，有佢嘅自己本身原因嘅。咁而家生意咁差，你唔趁機會即係去甩分一筆咁啊，即係可能都維持唔住啦。咁所以我哋都體諒呢樣嘢嘅。但係問題咧就係大家即係千祈就唔好一聽到呢啲傳言咧就一窩蜂走去囤積啦嚇。你自己夠用就好啦。咁如果有啲再即係新啲嘅消息咧，咁我哋都即係如果我哋核實到咧，我哋都喺呢度同大家去講講嘅。嗱，今日嗱文俊啊，今日我哋講呢個題目咧，就應該即係你都有啲嘅資料嘅喎。咁我首先講講先啦。嗱，你頭先我講呢樣，你有冇補充先？有的，因为阿台长呢两日前去了这个旺角呢女人街22号就火之神日式餐厅的。有些听众呢就即见到台长吃得那么滋味啦，他们呢就都有去吃还有留返宴的。他们呢就说呢第一台长去那个地方呢，他们以为见台长又有酒饮又剩，以为很贵，听到日式餐厅。怎知去到呢他说个价钱原来出奇地便宜的。街坊生意嚟噶，係大家真係嗰啲芝華士私夥嘢嚟噶，大佬冇諗住即係落到去，你又懟支芝華士出嚟。咁佢哋就話咧，的而且確嘅，咁落去咧講咗話係阿台長同埋阿文俊嗰啲聽眾啦，咁佢話咧，個老闆啊都未聽佢嗌啲咩嘢食咧，就即時咧嗌個廚師咧就整咗個即係私家小食俾佢，咁佢好感恩嘅，即係佢話覺得那個招呼啊，係即係好好啊，真係好似朋友咁樣咧。咁同埋咧，即係佢哋都話，即係一般咧，你日式嘢可能個份量都少啦。咁個老闆咧都問佢嘅，你要唔要添啲啊，定點啊咁樣？即係佢話感覺好親切咯。咁阿台長咧，咁即係佢就係好想話翻啫。阿台長去完之後咧，間餐廳非常俾面你，係啊。我唔關事嘅，你又唔好咁講。即係嗰間餐廳咧，就即係對所有嘅客人都係待遇上賓，咁只不過即係話我去提，即係講出一個名，提到我個名嘅時候咧，即係佢係俾到個老闆一啲嘅支持同埋鼓勵啦。即係佢知道啊，譬如話透過呢啲渠道就比較多會多咗啲人去光顧間餐廳咯。就唔係話講真話，即係我係帶我躲出嚟先好。即係呢啲咧就即係可以咁講嘅，一間餐廳咧或者一間食肆佢做得好唔好咧？其實都睇嗰個即係員工同老闆佢平時咧，佢有冇擺心機落去啲食物同埋嗰個服務嗰度咯。咁火之神其實佢個老即係嗰個老闆都好有心機去做好啲嘅食物嘅，所以大家一定要繼續支持啊！好，台長，咁我哋今日就入呢個正題啦，好冇？係啦。
嗱，我哋今日呢个题目咧，就都系翻翻神秘之嘢啦，亦都即系 crossover 咗呢个国际大棋局啦。咁如果你话叫我再讲翻疫苗啊，或者而家个市面嘅情况咧，我就觉得即系大家都觉得好似太过平常啦。因为呢啲嘅消息咧，其实你喺新闻入边都睇到啦，你再加啲评论，其实都系即系讲嚟讲去嗰啲嘢啫。你再闹咁啊，都於事無補嘅，所以我哋今日嗰個角度咧就會比較係貼近翻我之前做嘅節目。嗱，咁第一樣嘢咧就係防疫方面啦。咁大家知道咧，而家據我哋所知咧，其實呢啲病毒咧，如果黐喺某啲金屬入邊咧，佢就會好快就死亡嘅。咁據我所知，應該係銀同 nickel 啊，即係所以銀仔上邊咧，應該佢哋嗰個存活嗰個時間應該短啲嘅。所以咧，而家大家去用嗰啲日用品去消毒，甚至你啲衫啦，即係舉個例，譬如話啲波衫啊，某啲嘅即係名牌嘅波衫啊，名牌我哋唔喺度講啦，就佢入邊其實都有呢個銀嘅元素喺度嘅。只不過你即係你著上去，你個感覺唔係咁強嘅啫。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大家知道而家烏克蘭嗰個局勢都頗為緊張啦。咁我哋之前都花過好長嘅節數咧去討論呢個問題嘅。咁但去到而家就差唔多講啦。就如果根據美國方面嗰個資料咧，就係話咧打咧，如果打嘅話就呢幾日打噶啦。咁亦都喺邊境入邊咧，就俄羅斯係部署咗好多嘅戰鬥直升機度啊。咁但係咧就可能烏克蘭嗰邊咧，佢去到尾嗰陣時候咧，可能佢都褪嘅，即係有呢個機會㗎。我而家唔排除嘅機會就係話，喂，我哋而家公開宣布啦，我哋唔申請加入呢個北約。咁但係咪咁樣都阻止到俄羅斯或者普京嗰、那個即係發動戰爭嗰、那個嘅動機咧？咁我哋未必知嘅。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呢幾日咧就照計咧都應該明朗化噶啦。咁但係我哋一路之前咧，我哋都最初時我哋都講過呢個問題啦，就係、是如果你從投資嘅角度嚟講咧，就美金就應該升啦，咁歐羅應該跌嘅。咁事實上呢排都睇到呢個趨勢。咁但係我哋嗰次去講，我哋對於重金屬呢樣嘢咧，我哋就稍保留少少嘅。即係第一樣嘢就係金咧。就差不多在近年都是一個持久的投資項目啦，即係大家都問。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唔會揸實金噶嘛，啊，即係除非好似阿文俊咁樣啦，儲埋啲金幣，但係嗰啲唔穩陣噶嘛。你攞住個金條走去著草咧，即係隨時俾人老笠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而家去投資嘅話，好多時都未必係實金嘅。咁但係除咗金之外咧，仲有一樣嘢都好重要。頭先我提過銀啦，銀從來咧，我諗呢。都頗長時間咧，其實就都係嗰個價格上升緊嘅。但係最近咧就好奇怪地啦，即使有呢個戰爭嘅長即係嘅可能性咧，其實銀呢個價格咧，即係或者即係去交貨呢樣嘢咧，都出現咗啲轉即係一啲波折嘅。咁如果我哋去睇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就我就介紹大家啦。咁第一樣嘢咧就係呢個荷里氏啊。就係呢間嘅應該重金屬嘅公司咧，其實即係世界上嗰、那個，如果你去買賣嘅話，其實你係睇住佢嗰個價格啦，同埋佢嗰個出個數量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譬如話你有投資，或者你從呢個疫情啊，你去思考嘅問題就係嗰個疫情同埋呢啲重金屬之間嘅關係咧。咁呢間公司個係一個指標嚟。咁啲觀眾就會問啦：喂，去到呢度啦，點解又係神秘之嘢咧？咁好簡單啫。咁阿文俊，你有冇睇嗰本书叫《货币战争》啊？你俾咗本书我睇，但系我就睇咗头四页啫，对唔住啊！唔紧要。嗱，你听我讲得噶啦。嗱，我哋话嗰本书咧就其实都好经典嘅，因为嗰本书系孙宏兵写，又红咗好多年嘅。咁即系入边好多人就话阴谋论啦，或者咁。但系我觉得大家有时间咧，特别系呢排即系唔系咁忙，即系都。頗多時間唔使唔出得街啦，咁大家就即係真係值得有一兩本書。如果你睇中文嘅係值得睇呢本書嘅。你唔係盡信，但係你要探討入邊佢講嘢啱。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就係咧呢個羅富齊家族啊，佢其實就 corner 咗啲嘅重金屬嘅，而且呢個 corner 咗重金屬呢度咧係持續咗好多年嘅。呢個包括即係第一樣嘢就係黃金啦，即係呢個就唔使講噶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應該都銀方面都亦都係嘅。
咁大家好似似乎表面睇唔到羅富齊家族喺即係喺喺而家有好多地方有啲咩影響力啦。咁但我話俾你聽唔係咯，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咧佢其實好多好多年前，我諗成幾十年前已經揾咗啲 proxy 啊，即係代理人。咁其中一個咧就應該係摩根士丹利。即係如果你粗俗啲、通俗啲去講咧，其實摩根士丹利就佢條僆嚟嘅嚇，真正話事嗰個人咧就係羅富齊家族，係咪啊？咁嗱，我太長氣啦。咁嗱，頭先一樣嘢咧就係阿文俊嗱，你都有去研究開，或者你都有做啲即係呢啲重金屬嘅貨幣或者投資啦。頭先我講 corner 嗰個概念，你解釋一下。你指 corner 係乜嘢 corner 先？簡單啫嘛，就係話我控制咗個供應，我跟住浪個價。嗱，浪個價我未必係一定浪高噶。即係總之我浪到嘅平均，即係簡單。我之前咪提過一樣嘢嘅，嗰陣時沙士嗰陣時，我走出去因為要租個 office 嘛。我去到有啲平到十蚊樓下噶，嗰啲咪細鋪咯。但係譬如我去一間尖沙咀嘅大公司，冇人租噶，冇人租咗好耐噶，佢咪一路浪住喺23蚊上邊咯。咁嗱，呢個就係佢控制到嗰個供應來源，佢決定咗個價格。你其他人是干擾不到這個價格，咁呢個你解釋下這個現象啊。哦，好啊，嗱，咁啊，首先咧就要講翻先嚇。咁啊，台長咧即係對呢一個叫做貴重金屬品咧嘅研究咧就好耐噶啦。始源於咧，其實講緊我記得啦，台長喺十年前，你當陣時咧，你去教書啊，咁我問咗你一個問題，我就話啊，點解咧嗰啲中世紀啊，嗰啲貴族啦、啲皇帝啦，點解皇室啲用品咧全部都係銀嘅？咁當時你好直接咧，你即刻同我講，你話因為咧以往咧銀係攞嚟去試毒噶嘛，咁所以、你譬如你阿文俊，你驚人毒你咧？啲食物之前你揾啲銀針，即係銀針插插佢先，佢變黑咧就有落咗毒嘅。嗱，我要急速講埋頭先我講 corner 嗰度咧，具體嘅例子係應該羅富齊家族應該控制咗銀供應嘅應該70%。嗱，其實成件事咁樣嘅，佢即係假設咧，全個世界咧而家係有10塊銀磚啦。咁羅富齊家族咧，佢基本上佢係own咗係6.8塊至到7.2塊咁上下嘅。咁而呢樣嘢咧，其實講緊咧就係佢唔係淨即係表面上梗係唔係佢哋自己啦，而係譬如透過頭先 Morgan Stanley 啊，或者係透過咧佢旗下啲公司，甚至乎源遠流長咧呢個東印度公司啊。咁其實咧，佢哋咧 hold 住呢啲銀嘅係已經好耐噶啦。咁重點就係咧，好似頭先講完啦。其實而家近期咧，自從疫情之後咧，其實譬如大家用嘅口罩啦，咁以至譬如話 Adidas 啊、Nike 咧，佢哋做一啲波衫、球衣咧，入面嗰啲 dry fit 料啊，咁其實入面咧都係有呢個銀離子嘅成分，咁或者係有啲銀嘅成分咧，就係攞嚟去殺菌。咁尤其是咧，銀離子咧係一樣嘢咧，你幻想佢係一粒 bullet， 佢係一粒密林子彈，佢係可以將你嗰啲病毒咧。是一夜是打穿打爆咁嘅，即係好似你俾密林子彈打親咧，人同動物都會死嘅 ，even 你大笨象都會死，因為佢會直情打穿一個大洞啊嘛。咁呢樣嘢咧係其他咧嗰啲什麼搓手液啊、酒精嗰啲做唔到嘅，所以其實以往。銀咧係一個工業上我嚟導電啦，或者譬如大家玩音響啊、銀線啊，或者係上太空一啲太空穿梭機啊，各類型工業都要用。但係呢兩年，甚至咧呢個銀咧嗰個日常嘅應用係多過金噶，呢個大家要留意。係啊，咁但係俊南聽埋先嚇。係，你知唔知殺人狼要用咩子彈嘅？殺人狼梗係要用純銀噶啦，我識電騎士嚟噶嘛，我點會唔知啊？所以一定要儲定啲銀，唔係遇到人狼嗰陣時搞唔掂啊！我以為你話遇到只狼又歸位嘅時候，要諗下點搞啲。好啦，你繼續啊！係，我繼續講落去啊！咁正常嚟計咧，你嗰個銀嗰個價咧，即係去到而家個應用層面，由工業去到呢個叫做疫情上，以至咧其實咧銀係可以做藥嘅。
因為呢樣嘢我之前都有問過台長，台長係亦都證實過話俾我知，其實咧係銀係可以提煉好多嘅嗰啲銀元素啦。咁攞嚟做藥咧，例如而家譬如加拿大俾小朋友食嘅藥啊，或者最早期其實叫做呢一個醫生咧，當陣時係因為咧想俾啲 BB 啊，初出生嘅 BB 咧，如果譬如佢發炎啊嗰啲咧，咁可以叫做話係。一個最簡單我哋殺菌亦都係敏感度最低啦，就用銀提煉一啲藥水啊。咁呢樣嘢咧，因為其實呢啲基本嘢咧咁簡單咧，阿台長其實佢知道曬，咁但係聽眾唔知啊嘛，咁就由我呢個學生去講咯。咁啊嗱，正常而家咁嘅環境咧，應該銀嗰個價值啊係直線飆升。咁而的而且確咧，譬如喺業內咧，阿台長啊，我想問一問啊，嗰、那個即係黃金同銀嗰個交貨期，我可唔可以喺節目度講講？你介唔介意？我唔介意，咁但係大家小心少少啦，因為你透露啲秘密咧，就你好容易俾呢、這個即係有關人士追殺噶。咁呢度我要睇先啦。頭先你講個問題咧，我哋應該好快交代俾觀眾咧，就係、是、銀同埋金之間咧，應該有一個人為啊，我講就係人為嘅價格比例嘅，就我呢個係鐵律嚟嘅。鐵律嘅意思就係某些勢力的人士就要你一定要咁樣，唔係咧，咁我哋就要調整一下啦。咁啊，阿文俊，你繼續啊。嗱，簡單啲講啦，最簡單嘅方式就係你一塊金要買一百塊銀咯。咁而呢樣嘢咧，其實喺業內咧都發現㗎，你開採呢個金同銀咧，其實都係咁樣開採，即係簡單啲講。你去開採一個礦藏嘅地方咧，咁當然啦，你可能譬如開稀土啊，開好多嘢，其實你掘出嚟咧有金有銀有銅嘅，咁而咧。以往咧嗰、那個叫做話交貨時間咧，嗱呢樣嘢我要講啦。業內咧，當然啦，台長佢識咁多人，佢咁博學，佢一定知嘅。但係呢啲真係業內資訊啦。假如今日有人過嚟同阿台長或者同文俊講，我要同你買一噸嘅金沙，咁你要幾耐咧？咁我哋就會答佢啦。我同你簽張 contract， 我3-4個月我就會將一噸金交俾你。咁但係如果你而家過嚟，你同我講我要一噸嘅銀。咁你幾耐俾我呢？咁可能我就會覆翻你啦。我要可能係快則一年啦，咁慢則可能係一年半啦，即係18個月先交到一噸嘅銀啦。咁你就會知道咧，其實而家嗰個銀嗰個開採時間同成本咧，其實係可能係比金啊更加係高嘅。咁你正常個市面上需求咁大，個開採時間同成本又高咗，咁你嗰樣嘢應該咧個價值係拉佢咧係冇咁差咁遠嘅。但是呢就是因為呢一班即係台長，我哋可唔可以都係即係大家平時所講嘅 shadow government 或者嗰啲叫即係叫做背後嘅一啲操控者，可唔可以咁講？嗱呢、這個就唔好，我哋唔好用呢個 shadow government 啦，因為那個 shadow government 嘅意思咧就冇咁清晰嘅。其實你講呢個應該叫 deep state， deep state 啊，深層政府。咁但係你 deep state 喺神秘之翼嘅角度嚟講都未夠深入嘅，我哋應該係講蜥蜴人，即係咧。又嚟啦！咩又嚟啫？屌嗱咁样嘅，头先你讲嗰啲咧，即系当然啦，喺业内都好多知嘅啊。譬如话咁嘅都唔出奇啦。因为如果你做生意嘅话，譬如我 corner 一个 market， 咁喺美国都好，即系好多商业例子嘅。譬如有一对兄弟，佢哋试过 corner 嗰个白银咧 ，corner 唔到啊，跟住成个家族破产啊。嗯，但系咧。我哋除咗講呢個商業嘅，即係一啲嘅表面嘅現象，我哋要講個深層嘅意思就係話，喂，搞緊呢啲嘢唔係講緊幾十年喎，係成幾百年喎。點解幾百年咧？就呢啲人佢掌握個知識，或者佢掌握嗰個社會，即係嗰個政治啊同經濟嘅關係，後邊唔係咁簡單噶嘛，同佢個血緣本身有關嘅。呢個就係神秘之嘢個精髓，一路嘅其中一個精髓嚟嘅，就係話。即係我哋唔止講到呢個深層政府，就是、深層政府入邊呢啲人，佢哋係咩 DNA 嘅咧？即係佢哋係咪同普通人一樣咧？呢個係我哋一路問緊個問題嚟噶嘛嚇。同埋點解咁注重金屬啊？咁呢度有少離題嘅，但係我都要講啦。即係我哋一路都有提一樣嘢，就係所謂 analogy 啊，即係一啲外星人佢嚟到落到地球度，佢第一樣叫咩咧？開採，開採金礦。開採金礦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它本身的星球要做這件事，我來做一個維持生命 的元素的，還有一個是、太空旅行。那我們講完了，我們回來就是說、我不要理你是不是蜥蜴人了，總之現在世界上的規律，即是一般人都不知道
就是一些日常我們的用品入面的一些重要的元素呢是被控制的。控制那個是一個供求的關係。我們剛才講的 corner 了，就是說其實它鏈了那個 supply 的。不過你唔係你哋普遍唔知啊嘛，你成日覺得以為出邊一個自由定價咧，個自由市場，事實上唔係呢樣嘢嚟噶嘛。咁控制呢個市場嘅係由幾個大公司或者幾個大家族去做嘅。咁譬如話講到而家呢個金同銀之間嘅關係啦，咁阿文俊嗱，你首先要解釋一樣先，呢、這個關係咧，即係你頭先講一比一百呢個咧，係咪從來都冇改變過？其實不是的，是曾經是即是 有革命在以往和現在都發生的。第一呢，其實呢、這個比例 是不對，大家都知道。其次這些呢 最可怕的這個世界呢，就是神是他，鬼是他，即是叫做什麼都他講了，他揸了旗，他是莊。而呢他揸著這麼多實體之餘呢，他亦都是揸最多那些紙黃金紙白銀的，因為呢啲紙嘅黃金白銀幣就係佢放大用金融產品嚟到放出嚟咯，咁所以咧佢一路咧，其實佢無論係呢個實體啦，定係呢一個叫做紙上面金融嘅市場咧，都係佢哋去操控啊。咁結果嗰件事咧，其實係咧，如果譬如而家假設你以銀價，你去買一安士一個銀幣啦，咁可能係譬如我當兩百零蚊啦，或者係under 三百蚊啦，280咁樣咯。咁但係而家啲鑄幣廠咧，其實都起革命嘅，就係咧，因為我哋都知道其實個價咧唔應該係咁低噶嘛。咁於是咧，佢一出親嗰啲銀幣咧，就往往都話有證書噶，有編號噶，嗱每個咧都係啲好精湛工藝嘅。結果一安士嘅銀咧，佢就可能會賣到千五蚊啦，兩千蚊啦。兩安士的銀呢賣到你三四千元，咁大家都會想，哇，其實你相對啊，如果一個銀幣一安士三百元，我哋當港紙，你賣到個千五元，你放大佢五倍，哇，你嗰個咩工藝嚟咁犀利嘅，你直情捻出嚟。其實呢一啲所謂工藝啦，啲好靚嘅木盒包裝啦，所有嘅嘢呢，其實呢啲都係仿紙，佢哋就係起緊一個叫做無聲革命，就話俾你知，其實實際呢那個銀的價值呢，其實應該過一千元的。咁而的而且確呢，你而家你發覺呢，係越嚟越拉鋸得勁嘅。甚至乎呢，最近啊，2022年上個月呢，這個澳門的政府啦，就推出這個新鞘的銀幣啦。咁一安士的新鞘銀幣呢，佢就算政府出呢，佢都係賣過千的。講緊呢，即係其實你見到呢，只要是經鑄幣廠出的，他說是收藏幣，同埋呢其實那個叫做話係經過一啲去打磨啊，經過一啲工藝嘅幣咧，其實嗰個價先係應該係真正銀價。相對你見翻咧，其實金幣咧嗰個價咧，其實就真係同而家嗰個金價係叫做話相近啲啦，冇差咁遠嘅。但係咧，你會可能見到喂五安士嘅銀幣，譬如我賣六千七千幾蚊。跟住我買翻一個可能係半安士啊，唔係係一半安士啦，即係叫做話二分一安士嘅金幣啦。咁佢跟翻金價咧，可能佢都係賣緊係萬五六蚊啦。咁即係當然佢都比金價係貴啦。可能金價可能一安士其實都係可能可能啊，都係萬七百蚊咁。咁但係嗰個差距咧，你見到係唔似銀係用倍數嚟升嘅。咁同埋咧，啱啱台長講過一間咧，荷里士係一間咩廠咧？咁我喺呢度同大家講講咯。荷里士咧就係呢個世界上咧做金條銀條最出名嘅一間廠啦。咁佢哋工藝都好高嘅。咁就有幾間都好出名嘅。咁例如係 PAMP 啊、Parma 都係瑞士嘅。咁另外咧就係英國皇家鑄幣廠啦。加拿大楓葉的加拿大鑄幣廠都是很出名的。而呢荷里士最近呢也都是在做一個情況，其實其他鑄幣廠都是的。我們有價但我們沒有貨咯，即譬如你說你要跟我買銀是不是 OK， 我沒有現貨給你，我買銀條那些我沒有現貨給你，你下 waiting list 我不知道何時交給你。其實他不是沒有貨的，他哋自己將所有嘅純銀啊嗰啲自己薅起，更甚者咧，其實香港咧，譬如匯豐啦、恒生啦，咁其實佢哋咧以往都有收一啲叫做金條、銀條噶。咁譬如佢見到你荷里士嘅有曬證書啦，係真品啦，全世界銀行咧，你去到邊度咧，韓國、日本邊度都係，佢見到你荷里士金條、銀條，你有證書係真嘢咧，佢都會收翻，即係同你對翻錢嘅，咁可以做到阿台長講嗰種咧走佬嘅功效啦。咁佢哋咧而家咧，你見到啲銀行都係，例如恒生都係嘅。
佢只收，佢唔卖出嚟嘅、哦，即系你唔好话，诶、哎，倒翻转，诶、哎，我俾钱你，我同你买条荷里氏银条，佢唔卖俾你。咁或者有一啲银行咧，譬如中国银行，佢就算佢卖都好咧，佢收咗你嗰条荷里氏银条咧，佢卖翻大陆呢、這个叫做话一啲冶炼厂啊，即系大陆炼金厂炼出嚟嘅中国银行嘅金条银条，跟住佢亦都系收一个咧，好似头先咁讲啊。呢、這個叫色金色銀啊，即係嘅價錢，一啲好唔合理嘅價錢。你發覺你話我買一個紫黃金紫白銀，係啦，咁佢個價，但係我買唔到嗰條實物噶嘛。呢、這個情況咧，以往咧冇咁嚴重噶，但係咧你去到近呢半年啦，其實個情況咧，以至譬如近呢兩個月咧，係個情況去到係你揸住錢咧。你係好難買到，即係當然你話，譬如我走入去，我買三個、五個、十個，咁梗買到噶。但譬如你而家你走入去，你話哦，我一次過要五千個啊，要10000個銀幣，冇人會買俾你噶。係啊，嗱，你講呢樣嘢咧，就我諗大家即係雖然覺得未必貼身，但係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嗰個金屬嘅價格上升咧，係一個通脹嘅反應嚟嘅。如果你個通脹個率即係個情況嚴重咧，呢啲重金屬係都會上升嘅。咁另外一樣嘢，文俊都要講埋啊，就好多年前咧有富格林金幣南非啊，咁但係點解近年係絕跡嘅？南非佢南非嗰個鑄幣廠啦，咁其實咧都好多年歷史噶啦，都係講緊上百年噶啦。咁其實有幾間都好出名啦，美國英洋啦。咁我頭先講過英國鑄幣廠啦，加拿大鑄幣廠啦，咁南非嗰邊咧，主要咧佢受到疫情影響啊，咁同埋咧嗰個開採成本嘅問題，其實咧我懷疑咧有一段時間咧，可能呢個銀同埋金咧係被過度開採啊，咁同埋咧嗱，南非咧富加林咧佢有個問題，因為佢仲係行緊舊嘅制度，舊嘅制度係講緊英國嘅制度，講緊咧即係講緊喺呢個1910年一次世界大戰時候咧，其實金銀咧作為工藝品咧就唔係咁多嘅，當時咧係真係作為一個貿易，同埋咧作為一個叫做好似台長話齋走佬用嘅嘢噶嘛。咁變相咧，當時咧嘅英國嘅標準咧，嗱，你要記住，四條九、五條九係近年嘅啫。所以上次咧，我直情同大家講，即係曾經啦，日本係展出一個係有納税標誌嘅，佢話係 M 分嘅金條啦。喂，嗰條金條四條九啊，點會有可能啫？因為以往咧，其實係91.67嘅啫嘛，即係其實講緊係91.6%，以至例如以 K 數嚟計啦，可能係9K 啦。14K 啦，22K 啦嘅黃金嘅啫，咁就唔會話係咧行四條九，甚至乎而家五條九啦，四五條九係近代嘅，而呢樣嘢咧，係近代嘅國際指標。以往咧，甚至乎咧，譬如你問啦，而家仲有冇一啲嘅廠家或者有啲做首飾嘅，係會用翻6K 啊、9K 呢啲咁低嘅一啲 K 數嘅黃金嚟到做飾物咧？其實有嘅，例如大家好出名啦 ，Pandora 咦、我咪啊，因為我成日都諗緊，因為啲人問啊嘛，呢兩日係咁問 Pandora 啲嘢。Pandora 即係而家咧，成日個推介啊 ，marketing 做得好勁咧，送俾女仔嘅，一定要送嗰個牌子啊，個手鏈啊。Pandora 咧，其實佢嘅金咧，其實佢照樣用呢個純金價賣俾你，其實入面係6K 同9K 嘅啫嘛。咁而咧，其實喺如果以飾物界嚟計咧，或者做首飾咧，以往咧，其實點解會定咗做22K 呢個標準咧？英國，因為22K 咧，其實就係嗰個叫做含量啦、色澤啦，同埋均勻啦，那個比例係最完美，因為你冇理由整隻戒指，我整個 charm， 咁佢會好易變形噶嘛。你四五條九，你根本你唔好話攞牙咬啊，你攞隻手指刮下，你都有手指痕嘅。你是不適合做首飾的，即是你話攞嚟一條金條，所以嗱，你而家咧其實係有啲反智嘅，即係例如咧近年咧，你發覺周大福好多咧有一樣嘢叫係四條九，跟住再有一個叫硬金技術，即係我幫你將四條九再用錢去將佢變翻硬，咁其實呢樣嘢其實嘥氣嘅，其實你跟翻以往咧。1910年啊，1920年嗰啲標準咧，就已經係最完美配搭咯。英國人係一早話咗俾你知黃金嘅比例，黃金比例係乜嘢咯？但係啲人而家即係叫做話追求純金啫嘛。咁而咧，
講緊即係譬如話哦，就算匯豐好，或者一啲傳統嘅銀行咧，其實佢哋金庫入面咧，其實佢哋都應該係要有翻相應嘅金，咁你先至可以去印銀紙噶嘛，係咪？咁所以呢樣嘢咁樣，嗱，文俊咁樣嘅，你頭先講嗰咧金本位咧就已經冇咗好耐噶啦，係啊，咁啦，但係咧，仲有一樣好大鑊係咩咧？就試過咧，美國政府係充公黃金噶。就喺羅斯福嗰個年代啊，咁所以頭先阿文俊講嘅，大家就真係即係小心少少咯嚇。所以而家咧啲金咧，其實佢最多喺邊度咧？其實就係英國。咁而成個亞洲咧，其實最多就係印度，因為印度咧其實咧周不時都會有一啲叫做話有啲突然之間有啲小新聞咧，同你講啊揾到個唔知嘅幾多千年嘅古廟，跟住打開咧入面有一堆。黃金喺度哦，這個十幾年前我睇咗新聞㗎，佢話嗰個印度古廟咧嗰個財富啊，即係掘出嚟嗰、那個，即係呢啲儲埋呢啲金同埋銀嘅金屬咧，係成幾十億美金，即係個廟喺個淨係一個廟。但嗱，我唔知佢有冇報大啦。咁但係喂，你話即係隨時呢啲即係黃金冚珍珠呢啲傳唔出奇嘅。嗱，文俊嗱講到這裡呢度咧，嗱我係要插一插你，因為點解咧？你講下我都即係口痕啊！咁咧就有一單嘢，我就唔知你知唔知啦，因為你年紀比較細嘅。你有冇睇過一套好著名嘅電影，就係《金手指》啊？007係啊。哦，我冇乜印象，但係應該都睇過嘅。係嗱 ，OK 嗱，好啦，講樣嘢，即係起碼你嗱，你嘅豎起耳仔聽啦嗱。咁咧，嗱，我講講個背景先啦。就其實呢個007大家都即係睇好多佢哋嘅電影啦。咁但係佢有原著先嘅。咁其中佢應該係第二本啦。喺呢個《皇家賭場》之後，佢寫一本好著名嘅小説，就係《金手指》（Goldfinger）。咩中文嘅？我哋譯咗係《鐵金剛大英金手指》啦。咁呢個緣起係點嚟咧？就是、個作者啊，呢個前英國特工啊，海軍嘅特工咧，佢就嚟咗香港。當其時有個澳洲裔的記者就接待他，就帶他去了澳門。他去了澳門，除了參觀那個賭場，看過這個即是人賭翻攤之外，就這個澳洲籍的記者這個 Richard Hills 就介紹了澳門的一個家族給他。那這個家族是什麼呢？就是盧寶家族了。那這個盧寶家族就很詳細講了給他聽，就是這個全世界的黃金交易是怎樣，由此就觸發起這個作者就想了一條橋出來，就有想像一個人物叫金手指 Goldfinger， 用核彈炸了這個美國的金庫，在 Fox 這個 Fox 即是這個 Knox Fort 那裡，即是一個堡壘那裡，就令到所有的金黃金都有核子輻射不用得，他自己就好像剛才我們說了，他耗曬大量嘅實金，就從此咧令到佢自己致富。咁啊，文俊，你有冇聽過呢個故仔啊？嗱，套戲咧我真係冇睇過，不過你啱啱嗰段説話咧，喺九年前你同我食飯時候講過。因為你叫我去睇嗰套戲，跟住我就冇睇到，你冇睇到。你冇發覺其實你送咗好多書俾我都冇睇啊？緊要啦，咁我哋當即係講。講咗個故仔，你記得個故仔大概就得㗎啦。嗱，咁你嗱，我哋唔怕嘥少少時間啦。如果你唔趕時間嘅話，你可唔可以講講盧寶家族係咩家族啊？盧九家族係嘛？盧寶 Lobo 啊 ，LOBO 啊，佢哋係做金嘅喺澳門嗰度。我唔識啊。哦，你唔識啊？唔緊要啦。咁咧，大家可以查一查呢個資料啦，因為咧，即係香港咧曾經有一個叫做曾經有呢個立法局啊。當其時咧，喺呢個中英談判嘅時候咧，就出咗個盧寶動議。咁咧，盧寶係咩人咧？盧寶就其實盧寶家族喺香港嘅代表嚟嘅。咁佢哋都係世代經營呢個黃金嘅咩？咁點解我特別提呢度咧？就係頭先阿文俊講咁多咧，咁啊大家好奇怪咩？喂，點解？其實澳門一路都係亞洲嘅黃金交易其中一個重鎮嚟噶嘛，係咪啊？係啊，所以其實我自己啦，嗰、那個叫做司徒文俊新世代嚇。賭業思想和這個賭業發展理論我都有提及的，其實橫琴大家拗爆頭在想這塊東西怎麼搞好，其實你搞這麼多
的措施，甚至乎有些听众想我跟台长讲下横琴即应该怎样开发，或者他有些补贴那些我们怎么看。其实我一早已经说横琴呢，如果当时 launch 不到这个澳交所澳门交易所呢，其实你不是改为做这个贵金属交易所咯。是咯，他照计他做到的，我又不明白即是为什么这些错误完全资源错配。你做股，你做交易所，證券交易所，你又唔係呢範。但係你如果你做重金屬交易所咧，其實真係有得做喎。呢、這個我真係又唔係太明嗰啲即係決策者點樣啦。嗱，文俊啊，我哋個時間都差唔多啦，因為我今日大家又嗱，你第一樣嘢可唔可以應承大家先？就係、是、橫琴嗰個最新嘅情況，你可唔可以適時係交代一下？那個橫琴的情況呢，其實尤其是疫情打響之後啦，其實橫琴就不是那麼樂觀的，因為最大一個問題其實不是說你的地方有多漂亮，道路有多多，高樓大廈有多好，重點你要有人嘛，你沒有人的話你什麼都做不成的。所以呢，橫琴一直都面對的問題就是呢，他那個人是那個人，即是叫住在這裡的人是不夠的，甚至乎很多的公司開了在這裡，可能當時有一些叫做優惠政策，他開完可能為他短時間內他就得回個殼，更甚者有些直接開了在這裡根本就沒有營運的，可能拿了一些優惠資助，譬如我當拿了個車牌，咁跟住咧，佢就真係咧，就間公司冇一啲產生啲實際效益。咁即係呢種擺門嘅嘢咧，如果你經濟好咧，冇問題啊。經濟唔好嘅時候咧，你咁樣擺門法咧，咁難睇啊嘛。咁於是咧，就澳門同埋呢個珠海政府啦，咁啊大力發展啦。咁啊最近咧就話，咁如果譬如你係呢個博士生，咁因為你高學歷啊嘛，你願意過嚟做嘢嘅，咁我哋譬如俾10,000蚊補貼你啦。咁啊，跟住如果你係碩士嘅，可能補貼你8,000啦。咁你冇嘅喎，你係大學生咁樣嚇，咁可能補貼你5,000啦。咁如果你再普通啲啊，可能補貼你少啲啦，2,000-3,000啦。咁啊，想吸引啲人去。咁但係最大鑊咧，我見到咧，而家啲人個個都諗緊啊，有咩方法掛人頭咧？咁樣又係咁樣，又係即係其實成件事咧，你一直如果你淨係去俾一啲措施，跟住話喂，我會科水俾你嘅，其實就等於咧大人同小朋友啊，即係你細個可能喂我都係啦，喂諗辦法點樣去揼下啲長輩啊，揼下老豆心口啊，攞多少少零用錢啦、啊、咁其實咁樣係冇意思嘅，你應該係真係咧係大刀闊斧去俾一個指標，一個目標，而且係核實咧去擺落去。例如我橫琴，我係 launch 唔 launch 呢個股票交易所啦，唔緊要。哎、我做貴金屬交易所啦，咁跟住譬如你澳門啦，或者係點樣啦，去揾一啲係真係勁嘅做開嘅一啲大公司，或者一啲哪怕佢大家族好乜都，其實唔緊要啊，唔需要睇佢背景噶，最緊要佢係呢範嘅專家，咪俾啲資源去做呢樣嘢咯。因為其實你橫琴咪應該係扭轉佢轉型咧，成為去諗辦法去賺外匯，即係嗱，唔好再諗嗰樣嘢，就係大家咧。我嚟去什么呃政府钱啊，指住嗰支枪去指住个枪口对住大陆啊，唔好諗呢样嘢啦，諗办法横琴到澳门都系走去赚外汇返嚟。更甚者其实譬如好似你香港其实呢都有呢啲炼金厂㗎，其实。咁譬如你澳门呢其实都有。山是吧，是是，其实澳门你都足够有这个资源呢，是可以呢去做这些叫做说是贵金属啦的一些叫做冶金啦加工啦。更甚者其实我相信啦，你现在一条的金条银条，其实如果你香港做出来一条金条 make in Hong Kong，跟住咧，我相信冇人會懷疑嗰條金條咧，切開入面係咪包住鐵啊？切開入面係咪包住銅啊？因為其實你香港本身係一個叫品牌，咁我亦都咧知道，好似澳門咧，譬如都有一啲嘅廠家啦，咁佢哋自己都有專業嘅人同師傅啦，佢哋都鑄到銀條噶。咁你其實你乜嘢咪溝同乜叫康康？我相信咧嗰個朵咧唔會話真係臭嘅，因為好似以往其實好多著名嘅嘢都喺澳門嗰度啊，喺工廠生產嘅啫。嗱，你唔好而家諗住逢係澳門生產嘅，唔係杏仁餅就係蛋卷，嗱唔係嘅，以往咧。澳門咧都係整好多衫咧，著嗰啲衣服啊，其次咧拉鏈啦，跟住咧另外咧變形金剛啲玩具咧。都是澳門做的，即我寫報紙我都寫過古董玩具呢，是70-80年代澳門和香港生產的。其實澳門的製造業呢一直有在這裡，問題是後來賭場是變成龍頭產業蓋過了一切，
咁而去到而家，既然龍頭產業都嚇收收地皮啦，咁係咪應該去諗翻去真係唔好話喂你話譬如喂淨係做蛋卷做乜嘢？呢啲其實冇意思啊，係去諗一啲新興嘅產業啊嘛。咁當然啦，有朋友話喂，澳門可唔可以有冇資格做晶片啊？第一冇咁嘅人喺度，第二澳門冇光刻機啊，但係澳門亦都可以用一個優勢，因為澳門同台灣嘅交流咧係多過香港嘅。澳門係有好多人去台灣讀書，相對台灣好多人嚟澳門讀書嘅。咁變相澳門同台灣咧係我相信個關係咧係姊妹城市嚟計咧係深過香港嘅。咁你作為呢一個對外匯或者對台灣嘅窗口咧？是可以，當然啦，亦都一樣嘢啦。你會發覺有時澳門有啲嘅所謂有勢力嚇，道上響當當名氣嘅大哥咧，都會同台灣有啲響當當嘅大哥咧，都係乜嘢噶嘛？咁呢個梗係披床啦，披床，披床就會講噶啦，即係唔需要再問啲披床就你會聽到曬嘅。咁所以咧嗱，橫琴嗰度咧，我相信咧成件事咧，一定係。要想怎樣去轉危為機，而不是只是給一些叫做所謂給一些 benefit， 跟住就只會落返那個死循環，全世界都會去想怎樣去攞個政府的津貼，但是又不實質去做事。文俊，你講到呢就我不得不搏一搏你了。其一呢就冶金那個工業呢，如果你真的擺落去做呢，個污染的情況就相當之嚴重的。我想這件事在香港呢，澳門我不知道啦，香港呢就都應該幾多環保的團體會反對的。其二呢就現在你說那些呢說什麼都沒用的，你是缺了一件事，其實就應該最重要找一個適宜人過來坐鎮，這樣才解決到整個問題的。你中國嗰個大蜥蜴阿馬雲都俾嗰個唔係蜥蜴嚟啊！俾MIB 嚼嗰個唔係蜥蜴人，嗰個流嘅嗰個，因為你真的要揾一個真嘅蜥蜴人家族過嚟咧，咁啊坐鎮咧，咁啊好多事都解決到噶啦。唔係人，你冇人才咩？啲人湧住嚟，冇錢咩？啲資金湧入嚟，但係奈何咧就似乎就啲而家有即係做決策嗰啲人咧就。即係冇好似我哋有呢種咁嘅觸覺咯。哇！嗱，文俊，我哋今日節目都好長啦。咁我最後咧，我覺得你即係有一樣嘢你要介紹俾觀眾嘅。嗯。你今日講咗好多啲重金屬啦。咁而家呢個情況，你覺得邊一啲嘅重金屬嘅投資係最值得參考嘅？其實嗱，我會咁講嘅。如果你買金好買銀好咧，譬如你話一次過買成條，100g 啊，一公斤、2公斤啊，5公斤啊，其實就嘥氣嘅，因為難拎啊嘛。同埋咧，你假設一樣嘢，而家經濟崩潰啦，你要買盒 Panadol， 買一斤菜心，你拎一條銀條去一公斤嘅，佢點收你啊？係啊，收唔到。佢點切俾你？所以咧，大家亦都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有玩開呢一個收藏。金銀幣其實你可以看一看，我拍了很多這些片的，因為我是收藏金銀幣的人來的，我專家我不敢說，叫做認識一點，我會建議大家呢去買一些四分一盎司、二分一盎司，叫做說體積和重量小一點的銀幣和金幣，必要時有什麼事的時候呢是可以呢是作到這個真的回歸做交易用具。其次黃金，你說世界上有沒有很小的金幣 金條、啊、當然有啦。近年呢加拿大鑄幣廠、英國鑄幣廠、我剛才所說的荷里士、PAMP、PALM、跟住美國的叫做鑄幣廠、以至譬如你說、法國鑄幣廠、其實呢他們都有出一些呢是 1g 一克的金條的，是獨立包裝細細塊，好似藥丸咁樣。咁基本上咧，有啲咩時候，譬如你話我儲定30塊、40塊，咁跟住有啲咩依喐，真係咪揞一塊半塊咯？咁你拎亦都好容易拎啦。你其實你銀包打開個散紙包，你都攝到10-20塊落去。咁咁即係呢個咧，我建議大家可以去考慮一下咯。咁其次咧，譬如嚇，緊會有啲人咧，你一去買佢就同你講：，傻啦，買呢啲嚟做乜啊？買紙黃金啦。嗱，我想同你講一件事。如果有什麼問題，你根本沒有互聯網，你沒有線路，甚至乎單雙化的時候，你買那些所謂紙黃金，誰知道啊？不是啦，後面是不是黃金我都不知道，我經常懷疑，後面是不是黃金，是不是真的黃金？
你都唔知啦啊！如果將來我有咁嘅能力，我都發呢個紙黃金嘅呢啲發行啦。你點？係啊，嗱，你記住金融產品同實體嘅分別就係咧，你最緊要揾一啲實體，你拎得走，容易搬得走，而且必要時做到交易。而呢樣嘢係唔需要俾任何嘅金融或者俾任何線上嘅嘢嚟到操控，或者係可以係即係點講啊？會令到你係會受到佢影響咯。所以都是那句咯，人家做緊乜你咪做緊乜咯，人家佢買唔賣出嚟，你咪買咗實體嘅。無論出面你見到個紙黃金個價啊，譬如話點樣嘅，我都唔賣出，我唔會用紙黃金個價嚟同你對咯。好似啲廠商咁樣咯，我咪喂我實體就咁樣咯。如果你要買我實體呢嚿嘢咧，我會有一個我同你傾嘅 rating 咯，咁就最好咯。嗱，另外咧我諗下我哋頻道可以做到一啲咧係出面頻道冇嘅嘢嘅。咁啊情人節啦，咁我都會睇下稍後拍條片啦，講緊咧就係好出名啊，呢一個叫做名牌奢侈品啊。咁啊有LV 啦、Chanel 啦，咁另外咧法國好出名嘅 Dior 啦，台長都知啦，係咪 Dior？ 係。咁 Dior 咧就今年啦，啱啱啦，同呢個法國嘅政府鑄幣廠啦合作啊，出一個 Dior。紀念他們公司 logo， 一個他們那個 logo 是個煲胎仔的一個銀幣，那這個銀幣是很罕有，也都是即基本上你知道這些名牌東西，你見啊，平時我們的聽眾啊，如果走去你香港，就算有時你買一些很漂亮的手袋，不是說有時你進去買就買的嘛，你都要認識銷售啊，或者怎麼，何況你是貴金屬，還要是鑄幣廠第一次出去同呢啲叫做話世界知名嘅真係一線名牌合作咧，第一次搶到炒到飛天嘅，個價完全係天價嚟嘅。咁但係司徒文俊僅有少少方法嘅，咁我哋咧都會係拍一拍片啦。咁跟住咧同大家做個開箱啦。咁我相信冇乜其他 YouTuber可以咁噶啦，因為其實你話講金銀幣講得普嘅 YouTuber 有冇咧？有外國多。香港澳門咧唔係咁多咯，咁我係識少少嘅啫，但我相信咧，我喺呢班人入面咧，我已經係專家咯。係啊，嗱咁我哋去講呢番説話咧，即係當然有個神秘之夜嗰個原因啦，咁但係即係作為一個日常生活嘅咩咧，就係你喺通脹高即係飆升嘅年代咧，呢個係保護你自己嘅即係財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策略嚟嘅。好啊，我到最尾咧，我就想介紹大家啦。看看文俊找不找到啦，即如果你找到的话就贴上那条下面那条路，贴在个即是什么啦，就是波托西银矿啊，这个呢就是秘鲁和玻利维亚之间的一个很旧的银矿来的，这个就是万恶之源啊，你只要看看当时人开矿啊，那些工人啊那种的情况呢，你就知道呢贵金属后面呢有一个血泪丝在这里啊，好好惨噶，你会坏血病啦，你啲牙会甩晒啦，跟住咧中毒啊，系啊，你会好严重噶，坏血病啊，啲牙甩晒啊，跟住以致你个肝会有事啦，你嗰、那个会纤维化啦，跟住就另外就系你啲血啦、啊、会出现啲好严重问题，同埋有啲后生嘅讲紧30岁都未到就死咗噶啦，系啊，好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文俊，系咁就阿台长啊，今日可唔可以算系一集？都算是有少少正規的神秘之嘢咧，算你唔使講話正唔正規嘅，總之就係呢個國際大棋局 crossover 神秘之嘢 crossover 澳門界啦。好，咁就一間轉頭好啦，咁我就繼續上架啦，好啊，咁就今日台長情人節快樂啊，大家身體健康，拜拜，好，拜拜。梁錦祥的飲食世界第一集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咧，我哋嚟到咧就係呢個旺角女人街一間叫火之神食店啊！好啦，咁嗱呢間食肆咧，即係雖然咧地方係細細地，咁我咧就做足呢個防疫措施嘅。咁點解話做足咧？咁啊，雖然我就而家唔戴口罩，但係咧室內邊咧就得我一個客喺度嘅啫。嗱，咁呢間即係火之神咧，就係、以呢個和食同埋洋食 fusion。作為賣點嘅，咁今日咧老闆咧就特別為我啊做咗一味咧就好受歡迎嘅即係菜式，咁呢個咧就係海鮮湯煎魚湯底嘅呢個海鮮湯，咁咧海鮮粥，咁配啲咩嘢咧就餃子，咁另外一個小食咧就係呢個
炸雞翼咁我首先就試一試呢個湯底先啦、啊、大家唔好介意啊，因為食相咧就未必好睇。咁大家睇到哇，一筆出嚟咧，有呢個八爪魚啊！我哋哇，相當之鮮味，再夾埋咧呢個餃子，應該唔係咪應該溝埋去再試下咧咁啊？好嘅，哇，鮮味一流啊！咁啊唔好怪我啦，咁咧今日飲食節目嘛，所以咧就再整咗呢個芝華士，係咪？大家唔好怪啊！而家雖然晏晝，但係都飲，要兑翻少，兑翻一 pat 啊！咁咧就呢支就係正嘢嚟噶。哇！火定。咁跟住咧就試埋呢個小食啦。咁呢個咧就係雞翼。咁我哋加少少呢個沙律醬喺上面啦。哇！入邊咬出嚟有汁嘅。好滑，好鮮味。大家如果睇過呢個片咧，《食指大動》咧，引起你嘅食慾咧，就記得喺六點之前啊，就唔好六點之後嚇，就嚟到呢個旺角嘅女人街火之神嘅食肆度幫襯下，就幫呢啲食肆咧去製咗個口碑，令到大家知道咧，其實香港有好多嘅食，好嘢食嘅。多謝各位。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